今年五月的本土疫情发生，严重影响到国内的经济产业。行政院今年的就发了振兴券，各部分的配合政策来发加码券。不过大部分的加码券常用到事业大业，不过就有利被发现，像是通知券、地方创新券使用率就无到市场。合众券使用率虽然有到七成，不过使用期间帮从到五月底的消息，实系无蛮严的。绿茶、鲜草茶，还有特色商品，货架行都有。后尾飞亚博嘅同有名嘅两份饮茶合作，设立客家店路在起，每季把客装同化小旅行一条方案。我哋边客装券呢使用率？为了要刺激民众用券，在五月二十一号我们会推出限期用券就送奖的一个行销活动。头先嘅美国睇加码券到期嘅时间，后尾临时宣布，我哋暂后客装券使用期限到五月尾，还盼你一度处长发通。不过最近有好闷哦，你比先前就拿出国泰加码券抵用率的统计。经济部的好食券、农业费、农油券都超过九成，文化部二方券没有85.6%，学费合装券排第东昂，利用率增超过七成。有利比表示，离五年米合装券使用期限存无两礼拜，学费虽然好意暂后使用期限，不过民众对亚自信，一枪无马敌。客装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它还是有剩下最后。到五月三十一号之前，他还有机会赶进度。但是我想要特别关注的就是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到底为什么要开了记者会，然后才努力的往前冲，冲到70%几？疫情就是现传啦，哦，所以底下吼是浪费体力啦。不过某种没得浪费啦，啊你底下喊了现传了抽奖，该没会发签啊，该没浪费啦，好，所以哦。后尾本单上发以后，暂后使用期限本民众立片，不过希望加强宣传，限爱这个花钱判处奖。疫情案件状下，民众人反应为一条钱做得哪来用地防疫？后新闻采访王英超副分子台北报道。